2016高雄春天艺术节首演哈。那我们指导单位呢，是我们文化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，主办是秀琴歌剧团，合办是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。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对我们秀琴歌剧团的支持与爱护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边顺利的演出哈。那我们剧团的艺术总监王友辉老师，我们的艺术部林浩贤老师。王耀崇老师，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吴佩仪小姐，不仅是我们大悦艺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同仁，是我们飞扬企业社，掌声鼓励。谢谢这些幕后的工程人员哈，对我们秀琴歌剧团的帮忙哈。再来就是让我们团长介绍。好，谢谢。那今天我拍摄舞蹈设计，听到吗？哎，跳接啦！舞蹈设计，舞蹈，刚刚很漂亮的那个双人舞，对，王怡慧小姐跟张俊凯先生，还有我们的醉拳指导王启荣先生，谢谢，感谢各位长官吼，各位咱何怡何教授，还有咱文森妹总监，谢谢你们。真侪吼前辈者来节目现场跟捧场，非常的感谢啊！这个这么好听，这个音乐设计刘信南。那舞场领导这么热血，南霸天陈深南。陈深南，东南部的。南部真正赞的嘞，北部嘛足够啦吼。还佫有咱即个的编剧，就是咱编导才女米雪老师。即个上个辛苦的，就是一个人，我也足感恩的啦。我的导演刘光彤刘导，谢谢。今天有唐燕啊，吼，伊装甲出烟斗的呢。啊，若洪太来无唐燕来的时阵吼，我囝咱在哭啦。啊，拜托个天公伯啊，较是有这种代志。吼，迄时规个心中拢有想要搬咩啦，这两个去带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阮天公伯啊，吼，咱众神也够有。就是咱这个社教馆吼，一挂同仁呐，够好个啦，啊几百人啊，舞龙到安尼吼，结果叫你取消就取消哦，取消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哦，这人吼，才到这社会，有足侪经验啦，好加在啊，搁健康徛伫遮外面，搁会当演。上个感谢是咱吼，这个。公园邦模股份有限公司，吼、哦，外勤开钱，谢谢赞助单位，干部。我们来看一下长春藤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，谢谢你们。足侪节目，忘情水。国历九月初一、二、初三的大道城已经开始咧卖票啊吼！啊，希望咱亲爱观众朋友，和阮的售票演出吼，阮的卖遐尔辛苦，拜托您咯，咱用手机啊卡一下电。